在家做人气街头小吃，能不能还原地道口味？不太能，味道不够吧？还是有差别。程序员研发出的万能料汁，轻松做出香辣锡纸烤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锡纸烤。大厨揭秘如何熬出地道川香红油。咱们做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小吃——钵钵鸡。秘方在手，在家也能做出健康又美味的街头小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回家吃饭。前两期呢，我们教您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气小吃，但是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啊，好像感觉外头卖的那个汁水啊更加浓郁，自己在家调不出来。但是没关系，回家吃饭就是帮您怎么样在家里就做出人气小吃。所以今天我请上二位，让他们告诉您小秘方是什么。来，有请二位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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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！哎呀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王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啊！做个介绍，咱认识一下。我叫朱立波啊，我呢做了20年 IT， 在做 IT 的同时呢，我现在还经营了一家那个烧烤店。我觉得这两个工作好像不太交集有哈。其实是一样的，做 IT 呢，我是做开发，做菜也是开发，也需要严谨的流程，哎，才能做出美味来。这点那个麻大厨应该是很同意的。对，我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，嗯，跟这位先生差不多，哎，但是我主要是主理胃，啊，煎一胃，对对对对，那也做自我介绍，哎，啊，大家好，麻建平，哎。您说您光这个开了一个烧烤店，您家里的这个人气小吃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嘛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锡纸烤。欢迎欢迎，来到东东，这个厉害。锡纸烤是我的那个拿手的一个绝活。咱们做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小吃。那咱们这样，好，也有个形式感啊，来，大家请看。哦，钵钵鸡，钵钵鸡，来来，回来回来。哎，好。那朱大哥呢？咱们这么着，先教教我们咱们这个锡纸烤是怎么做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咱到中间来。您教我们的锡纸烤是不是今后在家里做也是想烤什么烤什么？我呢，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万能的料汁儿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个作为一个 IT 男，调料汁是不是非常注重具体的数字？必须的，这个做研发的来说呢，就是步步都得要绝对的准确。朱大哥的万能之程序现在启动啊！首先需要这个香芹。我给您拿个刀，您一边切着呢，我一边给您也拿一个盆儿。其实本身是不切，不切，对，哦，不用切啊，对，哦，香芹，这个一点不像 IT 感吧，是吧？这个因为这个是熬这个料汁儿，最后的这个菜是要扔掉不要的，所以我们整颗就行了哈，对，对。这个三样的这个比例是也是有要求的，这个芹菜和香葱是1:1，然后呢香菜是0.5份，水大约是10份的，嗯，要这样熬料汁儿。我也倒热水可以吗？对对对，热水可以哈。为什么咱先要弄这么一个水呀？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料汁里提香的关键。这个要煮多久？大约得煮2个小时。哎呦，这俩小时我觉得我可等不了哈。我自己带了一个熬好的料。熬好的哈。哎，是这个吧？对对对。哎，这颜色。这个是一升的啊。料水。料水是一升的。一升。哎，加进来。这是蒸鱼的豉油哦，豉油，豉油大约呢是25克，这个是鱼露，哦，鱼露，鱼露跟刚才的豉油的比例基本上差不多，其实呢味道呢就是主要靠这两种调料，还需要放一点调色的酱油，那一定要用我们这个太太乐的酱蘸汁哈，这个呢只是调色用，所以说也就是大约是一汤勺，4-5克的。一汤匙一般是几克的？这么大的勺是4克左右。4克左右，好，这个呢料汁基本上放完，这就可以了啊。哎呦，还真是不是很复杂。还有一个呢，是酱料。首先呢是加一个干锅酱，这个呢豆酱香味比较浓，是，这个呢一份一汤勺，对，这是一个麻辣的料，这个呢是用2份，两勺，对，两勺。然后第三种，这个呢是辣鲜露，这个辣鲜露的比例是多少？辣鲜露是3份，
这辣鲜露还第一次听说啊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？咸鲜，咸鲜，辣，带一点辣味儿，带辣味儿。哦，这两份料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该做这个锡纸烤了吧？对，太好了。今天咱们做三种，三种。咱们先做这个牛肉，牛肉。首先呢，来点金针菇，咱们把这金针菇撕开，好，码到这里边。金针菇放好了，然后咱们往上码牛肉。嗯，这是熟的吗？对，就是酱牛肉，这牛肉超市都可以买到。是吗？对，来，咱们可以放汁了。啊，咱们这种食材放多少汁儿？因为牛肉什么的比较干，应该跟它一平，但是也不能太过了哈。不是，因为金针菇一煮就没了，哦，它就塌下去，它会缩。明白了，这个汤汁啊，基本上将将没过金针菇，跟金针菇平齐，这就可以放在火上。放火做这个锡纸的时候，就直接煤气灶，用明火直接可以烤，直接可以，直接可以烤。那个猪哥，我们现在放酱汁还是一会儿再放？一会儿再放，一会儿再放哈。我先把这个先给请到这儿来。咱们第二个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可以。那这个程序员猪哥第二个锡纸烤就来了啊！做这个锡纸的嫩豆腐，素的，对，好，纯素的。这个豆腐呢，先从中间来一刀，好，这样，一开始要慢一点，对，一开始，然后呢，再中间，再中间。这样平均分等于四条，您看啊，这样，这就是一个程序员眼中的豆腐啊，永远是带着格的啊。哎，切好了，然后放到锡纸盒里。哎，这个豆腐比较嫩，咱们这个放多少汁水呢？这个呢，最多也就放豆腐的四分之一。那您放一放，我们看一看啊，一大汤匙。就够了，就够了哈。对，不要太多，因为一会儿还要出汤它。哦，还真是，你看特出水。嗯，还有类似这样的食材也可以这么操作。对，类似的呢，就是容易出汤的，一定也要记住少放汤汁儿。如果这出水多的呢，您就水少一点哈；如果出水少的，您就可以多一点。那现在开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开火就可以。嗯。嚯，马上就滋啦滋啦的了。对，稍微火要小，火要小一点啊。对，大概要，烤多久？开锅就可以了。朱哥，您为什么要研究这么个这个菜系？首先是因为好吃，爱吃，哦，也是一个正经的吃货。因为在外边也看到过，就是说有些地方卖这个锡纸的啊，但是吃的达不到您的要求，对吧？这个说实话，其实豆腐开得很快，开锅了。这时候加上这个酱汁儿，这个酱汁儿呢。加一勺就可以了啊，调好，就是盐就全靠这个酱汁了。哦，就不用放其他的，不用放其他的。这边这个肉类的也看开锅了，也是一勺，对，也是一勺。咱们现在还需要有别的工序吗？浇上最后的料就可以收了。不能吃啊，因为最后这个料最关键了哈，大伙儿一定不要眨眼。先说说这酱油怎么做的。其实也很简单，首先呢，就是说咱们把这个大蒜切成这个米粒大小的这个颗粒，然后呢，热锅凉油，蒜和油的比例是1:1，滑炒，滑炒到这个断生就可以了。这个蒜太蒜提香味儿，太香了，然后花椒油一点点，出锅时候撒一点这个香葱，加些辣椒，对，可以了。这边同样是先加蒜油，我看上来了啊，您只要有我们猪哥这几个小配方哈，有几个这个程序员专门设计的一个小程序，您马上就能吃到比外面大排档还好吃的那个味道。咱们这个都严格按照程序走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两个锡纸做好的先放这边，我们还有第三道菜，别着急，海鲜。再给您准备一个锡纸盒，先放金针菇。这金针菇一定要去根儿啊，也是给它劈开，然后放那个粉条。这今天这个粉丝是宽一点的，它这是细的，那个是粉丝，这是粉条，这是粉条，哦，不一样。这个是红薯粉，这个粉条，选也有讲究。第一个咱们要看它的外观，第二个呢是看它的韧度。第三个是闻味道。我们大家给了解了，接下来我们可以放咱们，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然后加汤汁儿，这个呢得略微多加一点，放到这个火上吧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可以把这个酱料先加酱料，哎，加上。一勺就够了哈，一勺就够。不仅是方便操作，而且在家里呢可实行性强。您只要学会这几个小妙招，您就可以很好的做一回这个锡纸烤了。一会儿尝一尝它的味道，究竟能不能打动你的心？可以了，熟了，熟了。不管怎么样了，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赶紧吧。好，来，开始，开始。咱们准备吃，把这些整上来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嘿，米饭。地道，哎，我们吃一些菜，吃一些肉类的，然后浇一些汤到米饭上，特别合适。而且这个米饭有独特的香味儿。为什么这个米这么香呢？因为用的是我们福临门的金田米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中粮福临门米面，回家吃饭指定米面。好，那咱们接下来就尝一尝这个啊。哇，哇，哎呦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这个酱料我觉得真的好棒，就感觉这种辣咸香味儿特别的适中。这个万能的这个汤汁，万能的酱料，想做什么食材做什么食材。马大哥，哎，吃完感觉口感怎么样？特别棒，它这个挺丰富的，而且呢，尤其它那个蒜味儿特别浓厚，对对对，吃的特别香。哎，除了这个万能汤汁酱料以外啊，您可以在您这个汤汁啊再增加一点鲜度，怎么样提鲜呢？您就记住一点，那就是。严选鸡肉才能尝鲜，泰德勒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。我呢，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万能的料汁儿，在冷却的料汁里加入鱼露、蒸鱼豉油，还有酱拌汁儿就可以了。这个酱汁儿呢，加一勺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盐就全靠这个酱汁儿了。这个万能的这个汤汁，万能的酱料，想做什么食材做什么食材。不仅是方便操作，而且在家里呢可实行性强。您只要学会这几个小妙招，您就可以很好的做一回这个锡纸烤了。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这种传统的汁酱大揭秘。我这个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做法，比如说咱们做四川火锅，做那个麻辣烫，麻辣厨这也是万能。咱今天做的钵钵鸡特点是不是就是冷吃啊？冷吃的，冷吃的。好，来，马大厨，好，您操作来。哎，首先呢，咱们呢先把这个汤呢，给它烧开。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鸡汤。哎，这个士兵的枪，厨师的汤，哎，都拿什么熬的？就是鸡肉，就鸡肉，大火给它滚，给它烧浓。哦，煮多久能煮成这样？煮了4个小时以上。完了，同时呢，咱们在做的呢就是炒这个料了。炒这个料呢，大家跟我学，很简单。首先呢，一定要用菜籽油。是是是，对。这个汤，假如说我们家里没有这个鸡汤，或者熬鸡汤也麻烦，我们就是拿这个泰德勒鸡汁调一调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菜籽油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呢，就是提前呢一定要给它加热一遍，烧到那个冒烟。冒烟。冒烟，给它倒出来降温。哦。冒烟大概得是7-8成热的那种。哎，对对对。哦。咱们还需要加入这个是牛油，牛油。麻辣厨这个比例是多少？哎，2份的这个菜籽油，1份的牛油。是这样的。同时呢，咱们这个鸡汤里面呢加一点盐，加一点鸡精。加了牛油，咱们冷着吃的时候它会不会有腻啊？会不会腻？对不对？不会的，不会。因为呢，咱们这个油呢是热的。待会儿浇的原材料表面它是温的，而且呢，为什么我刚才我强调的是2:1呢？其中这油的比重呢更大的是菜籽油，那么只有1/3是牛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咱们转小火，把打好结的葱放进去，姜片、蒜子，蒜不用切，哎，不用切，整个的。这个我还看过很多外面那个大师傅啊，他会放一些很多香味料在里面。咱们也会，咱们也会。你看，咱们今天准备了很多，这时候呢，咱们呢放入咱们的豆瓣酱，因为它有水分，咱们呢转小火的慢慢熬制它。好，这个油要熬制多久？这个小火呢熬制的要时间长一点，把那个香味儿呢完全熬出来。但是今天咱们做节目呢，时间比较紧张，是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。这个油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别的菜吗？太可以了，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做法，比如说咱们做四川火锅，比如说咱们做那个麻辣烫，都是可以用到的。麻辣厨这也是万能的，对对，也是万能的，对对对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呢
放入冰糖起一个中和作用，放入两种辣椒，现在可以放了。对，可以放了。嗯，二荆条，哎，用一半。辣椒的比例是什么？如果你喜欢吃辣的，你就要多一点。哦，但是油是辣椒的比例的两倍就可以。哦，最重要的，咱们加入紫草，这个呢也是起红的，它是补充颜色的。哦，您看我放完之后，它的颜色马上变红了。嗯，这会儿熬差不多了呢，咱们放入醪糟。醪糟呢就是整粒的醪糟和汤水一起放进去。哦，哎，呲啦一下子，大家要小心。要小心倒的时候哈。啊，现在呢，咱们就是等着水分熬出去，熬干了就可以了。嗯嗯。现在感觉哈，它沫儿可多，可能感觉还不是很好看。嗯，一会儿凉了就好了。哎，好，关火。行，完了之后呢，这个水已经烧开了。嗯，咱们把那些菜烫一下。好，嗯，咱们烫的时候呢，要先烫肉，后烫菜，因为肉呢不好熟。这个肉呢放的时候呢也会有先后顺序，这里面呢鸡胗是最容易熟的，所以它最后放。哦，鸡胗最容易。这三个里面呢，咱们把鸡翅尖和鸡胸呢要一起放进去。嗯。哦。哎。汤有点少，咱们再加点，让它没过原材料。嗯，您看这边等锅开，这边呢油我觉得已经没有泡沫了。是是是，它现在降温在，对吧？嗯，咱们给它避出来。完了，喜欢吃辣的人呢，咱们呢把这些香料给它挑出来之后呢，把辣椒面呢还给它还原回去，就像麻辣厨一样哈，有滋味。哎，对，够麻够辣，有滋有味儿。咱们放一点进去，哈。好。您看我这鸡肉说话就马上就熟了，哎，是吧？可以变颜色了。现在咱们放入鸡胗。好。嗯，鸡胗呢煮老了之后就不好吃了。哦，它就失去它脆的感觉了。煮呢一分钟，您啊帮我拿点冰来，就要冰水，就要冰水。对。哦，来吧，咱把这个放进去，让它迅速降温。这我那我去烫菜啊。好，先把青笋藕放进去，因为刚才那个盐味呢已经被肉吸走一部分了。是，咱们再补充三勺的盐。嗯，这时候呢咱们把准备好的土豆也放进去。好，木耳。马大厨，哎，这个时间您得给我们掌握掌握。好啊，就是比如说刚才肉是煮了多久？肉的话呢，就是开锅之后把咱们穿好的串放进去煮三分钟。嗯啊，那么青菜呢，这就根据你块的大小，像今天呢我呢切的稍微厚一点。嗯嗯，那么这种呢就是开锅以后两分钟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已经熟了。哎，已经可以了哈。哎，来，咱们给它拿出来，同样放到这冰水里，是不是？是，给它震一下。哦，哎，降一下温，关火，把这个汤呢倒出来。这个是提前调好味儿的凉鸡汤。好，咱们给它放进去。哦，这是凉鸡汤。凉鸡汤完了，咱们呢再把提前准备好的红油呢，好，放上去，很关键。哎，这颜色真棒。嗯。咱们呢，再放入芝麻。哦，我们这道钵钵鸡就做完了。哎，接下来朱大哥，咱们要尝一尝它的味道究竟如何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自己拿自己的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客气了。这个一定要多蘸一些这个汁水。没错。嗯，又脆又入味儿。对，我觉得真是太棒了。加完油料以后，它的香而不腻。同时呢，这个凉吃效果我觉得口感更好。对，嗯，我特别担心这个，因为凉吃嘛，这个油会不会特别糊在上面，完全没有这个效果。对，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这种传统的汁酱大揭秘。嗯，那么我这个呢，就是在传统基础上呢，有的改良，把牛油的比例降低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你适合做这个菜。嗯嗯，这味道啊足够鲜美。为什么这么鲜？因为严选鸡肉才能尝鲜。泰德勒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。钵钵鸡是用菜籽油把牛油炒化，放入葱姜蒜、八角、桂皮、小茴香、草果、紫草、香叶、香草、丁香、豆瓣酱、七星椒和二荆条，还要放入冰糖、醪糟，加入紫草。鸡汤烧开之后呢，放入盐、鸡精调味儿。煮好的所有的原材料呢，一定要放在冰水里给它镇凉，再给它放到鸡汤里面，再浇入红油和芝麻。我觉得美食就是一个交流，但今天呢，二位啊，这个不惜余力把自己的这个秘方，把自己的这个汤汁酱料都给大家推荐出来，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啊尝一尝，到底这些味道在家里做是不是一样跟外面吃的那么好吃。我们这期人气小吃就成功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财经频道，看见价值。